小朋友们，欢迎来到鸽子酱讲绘本，我是鸽子姐姐。今天鸽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阿波林的小世界之堆雪人。今天我们来堆个大大的雪人，咱们先来滚一个大大的雪球。看这个雪球有多大呀。哦，真冷。哎呀，雪都到我的脖子里面去了。用这个球当雪人的头怎么样？让我挖出雪人的两个眼睛。哎呀，我给弄坏了。我宣布，我的雪人没有头。哈哈，嘟嘟，你过来，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好办法。你可能会觉得有点冷哦。看，我的最棒的嘟嘟雪人，呵呵，现在我要把它给砸毁啦，哈哈。好啦，小朋友们，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。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，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。想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，关注鸽子酱讲绘本，鸽子陪你一起成长。晚安。